前一分钟在下雨，这后一分钟这雨滴都还没有干就出这么大的太阳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咱的女车长墨镜都戴上了，这小气质给你戴的。看这边应该就有城市，因为这公路边上也栽有这么多树，种有树。再看一下这边，朋友们，这边就是戈壁，什么都没有，戈壁滩光秃秃的。对面那些山上那一片山脉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天山山脉，反正没有树是看不见，全是光的。我们停在服务区了，这天都快黑了，离库车还有110公里，我们就不开了，就直接在服务区里面过夜吧。我想了一下，你说你开到库车去吧，再等会儿天黑了还要找地方停车，对不？还要找露营的地方，我何不就在高速服务区，水、卫生间又安全，啥都有，这是最好的营地了，那何必还跑到那个市区里面去找呢？咱明天一早到那个市区里面去，那多好啊，对不？出来把小咖啡给溜一下。咦，走啊，你不去上厕所吗？啊，走，这边这边草弄弄，这个夕阳还是挺漂亮的，朋友们。那边的夕阳，太阳都下山了，那个云都染红了。嗯，对，两样发电，这个风力发电给你转得呼呼呼呼的，又是太阳能，咋的？今天不在状态吗？嗯，走啊。这个一晃天就黑了，弄简单点吧，今天整一个凉拌的肉片，这样少一点油烟，不然油烟也大得很。耶，这花椒油都没得了哟，要买落下吃。自己我两口子随便咋整都方便，加上自己弄来的那个口味，感觉吃起还是要 OK 一点。这个不是吹牛，真的，朋友们，这每一个人的那个口味不一样，每一个地方的，有好多时候你在这外面感觉是吃的大餐，其实也许不怎么合自己的口味的话，吃着也不是太 OK。差不多了，再来点咸菜，把这一瓶咸菜倒在里面。这咸菜还是在西藏买的，只能说一直放在冰箱里面的，没有味儿。OK， 干起了。等会儿给它一和转之后，看着就漂亮了。现在看着是不怎么 OK。刚刚在服务区那里面去看了一下，他这饭啥的也没有了，我们就打包了一个凉皮儿。他们这边的好像这个佐料不怎么 OK 啊，这里还有点在说什么，买了个玉米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晓得是什么水，蒜水姜蒜酸的吧，酸的那就不要算了。哦，这里凉拌的一个肉，感觉这一顿还是挺丰富的哦。这个和一下，我来看看一下它有什么调料没有。差点什么，我们再去自己弄点，我来弄吧。哦，下面有辣椒，它这个放有辣椒。有，给它嚼一下。哦，嚼一下就行了呗。两样里面都有黄瓜，它这个里面也有。他们这边的那凉皮里面有这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忘记了。上一次别人说了。是什么东西？这忘记了，这个。像蛋皮一样，好像没什么味儿一样。这个没什么味儿吗？
再尝一下我们的这个，这个凉拌肉片呢，还是感觉我们自己的这个味巴适一点。它那个不麻。嗯，这整的咱这老夫老妻的还是整点小浪漫菜，对不？喝起哦。这个就是怎么说，以前黑妹都不怎么喝酒，经过我的熏陶之后，没事像晚上开车开累了，不开车的话停的地方安全的话，还是小酌一杯了，管他嘞，再来走一个，再来一个嘛。哎呀，走起哦朋友们。舒坦哦，这一口有点深了、这里还烧着水的，等会儿下点面条，今天饭就不煮饭了，等会儿一人吃碗面条，这边吃面条就不用拿高压锅压了，不像西藏一样还拿高压锅压面条，那麻烦。这都一人喝了一杯了，他还要喝，高兴了，这真的还下了一盆面在这里吃哦，我还没吃面，来来来，端着去，我就喝点粮食精就得了，来 来吧别喝多了哟，可能都有点懵了，但是这个舒坦吧，这喝的太舒坦了，这吃点菜，吃点菜，别光喝，只能喝酒，这不是还有这么多菜吗？不是，我话还没说完。其实以前可能我就喝这个一杯，可能就已经到位了。但是不知道怎么的，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喝了一杯，还来半杯，再来一个。啊，太舒坦了！这给你高兴的，喝慢一点，吃面。你那大半杯，等会两口又把它喝完了。吃面，吃点东西在肚子里面，这一波面都趴了。完了哦朋友们，这人好像又喝多了哟，在那里宠幸咖啡去了，个老子说老实话，喷到我，以前他不喝的时候，不喝酒的时候，我想他陪我喝点，以前打鱼的时候，现在他能喝点了，越喝越想喝，越喝越想喝，喝又喝不了好点，那每一次喝了这一摊子又该我收拾，其实我都不想他喝酒，真的我都不想他喝了，那喝了来，这些都是我的事了，收吧，收了洗了，哎呀真是无语了。